受到气候异常以及太空包品质的影响，年节送礼最受欢迎的大香菇恐怕有钱也买不到。北港中山路南北货齐聚，这几天采买年货的人潮增多，热络的景象让人提前感受过年气氛。台中一家米糕店每到用餐时间总是座无虚席，究竟是什么滋味让人一吃就上瘾？锁定今天的新闻，带您一块来品尝。